姐妹俩就是一样的，其中一个改名字，可以同音不同字吗？啊，两个人名字一样不好。哦，不行是吧？不行不行，就是同音不同字也不行是吧？什么玩意儿、啊？对的，那么多名字，应该那么多名字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嗯嗯。张某某，他也叫张某某。嗯。以后叫张某某一，张某某二，你索性叫他取编号算了。对的，不太好。嗯。那就是他有其中一个要改掉一个名字了。对呀、啊，叫张零一、嗯。好的。他叫张零二。张零一，感恩师傅。